今天要去环球影城了，炫耀下租的法袍。爷，炫耀下租的法杖。变租。进来了，来走走，这边。要把你的马拿出来行不行？哦，好大，空无一人，感觉今天人超少。对的。进门处买个漂亮胸罩。我觉得你在外面就直接不要穿那个好看点。好吧，傻子冲刺。好像那个傻子，傻子在冲刺。我蹲下来，来给镜头比个耶。OK OK OK， 视频吧。过着回头。好做作呀！你就往里面走，就是拍你 vlog 的那种。OK。纯哥宝，我发现它这个配色好好看，好适合你啊！真的吗？好有韵味。草照屋看，拜拜。好远哦，罐子是假的。到我们喽，几乎没怎么排队。哎，我好像玩过这个，是坐着的，是坐着的，还没走，不开始了。嗯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OK。臭美一下。进来。口罩为什么是这样？反正我们第一个项目，因为你放在眼睛。玩一个，这个叫小黄人。大冒险，这个好看，雕了好多个，雕了一个猫雕了一个老鼠，哇，真有意思的。开始了，拜拜。有这么吓人吗？阿姨，你往前跑。麻烦的。打个招呼吧。今天我来环球影城玩喽，现在在排队想拍那个小黄人。哇，那我们去买好再来这拍。走嘛。可以，我们买一个冰淇淋再来拍照。刚才玩了一个小黄人大冒险，他叫的太响了，要沉浸式体验。这里也有，斜对面也有，斜对面那排队人多，屋里没人。这给你，来，我吃，你吃，我不吃，你那边，坐飞机，走着吧，走，你不要在这里再拍了吗？有些人饿了，吃一个热的，谢谢 ，Let go， 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啊。走，我们去看迅猛龙。氛围灯光。
感觉有点恐怖。不行的，因为花时间了。有点紧张了。过量了。颜值消失术。还要开始乱喊，做好准备。勤消毒，勤洗手。啊哈，刚才我在那边模仿小黄人，然后呢，旁边就有两个女孩在那拍照，然后那个拿着那个像手机的那个女孩就，不要再做这种像不像正常人的事情，别做搞笑女。狠狠换了一件衣服，拍了点照，借充电宝。隐约好汉。那个鸡好可爱，在上面孵蛋呢。去哈利波特了。哎，终于要去了。好多人。这样。月曜就是想去拍照。有点小羞涩，有种握手会的感觉。没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还是不敢去，我要给他推出去。干了个大仗，人家不要，到不了好。完全没理人家，这个车长很尴尬。OK。在这里美美的进行一些施咒的行为，旁边有个小孩跟我说那个感应器在那儿，他让我对着那儿施咒，可不可以不要破灭我的幻想。我说谢谢你，真的会栓 Q。 点了一个冰沙的黄油啤酒。好，谢谢。试一口瑞瑞头，妈，喂，牙明哥，这女的又臭美了。炸鱼薯条，请试一下。哎，这么多人，
里啊？灯光秀。好中二啊！来玩个鹰马飞行，我都不知道是个啥，狠狠就进来了。刚看了个灯光秀，是师傅我走丢了。变成啥了？本来没被带上。尽量不要眨眼，就是这样。哇，有小火龙，那感觉还挺好玩的呀。还有一个，拍下去，直接拍下去。还有城堡，哇，那边有漂亮。又要开始乱叫了。刘海已经没有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看我刘海，哎，我还在。我不要给刘海自己。哦，变形金刚我来了，好像根本没有人了，玩了一场没有人的环球影城。哇，威震天，抖音网红。我、哦、好热，这个好像是今天排队第二久的，大概排了10分钟左右。拿个战斗椅，出发战斗。开心，耶！来玩霸天虎过山车，先存个手机。这个霸天王，霸天虎。过山车狠狠地玩完了，但是不让我们带手机，这应该是最刺激的吧？环球影城测评。我们其实今天水世界还有那个熊猫都玩了，对，基本都玩了。两点进来，现在8点闭园我们就走了，然后灯光秀什么的反正都看了，能玩的都玩了，后面没有一个项目是超过10分钟的。幸运哦，更正一下，是侏罗纪等了30分钟。走啦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快去吧，没事，脸皮厚点，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。职业病犯了，结束必须急着打。一天完美落幕。